这一段我不出发是不行的，还是要我，因为他有答题嘛，答题没有我太可惜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其他三棒，你们四位找三位。因为都是下坡，所以不要踩，然后尽量慢，不要拼速度。大家记得过桥以后会要右转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加油！预备，来，快，走了，走了。加油！是跑，都是跑。哇！来，好快哦你！小心哦。桥底要骑到桥面，我们自己看。很紧张吗？跌倒！真假的？跌倒了！你先骑去吧。哇！这个人先跑那个。你先骑去。没关系啊。做科技，来，邀请你，请你请，嘿嘿。对啊，照理想，哎呦，给叫那么小心。好好有。蛮严重的，真的，嗯，整个转一圈。这下比较痛了吗？嗯，比较痛，开始有感觉，开始痛了。我最痛的地方都不是这些，屁股，所以我算落地落得很好，落地落得很好。我看屁股左边屁股这边超痛，像他整个左边这边好。那你屁股有擦伤吗？没有，没有伤口，就是撞到。所以这个是当初简单的先消毒刚才对，这个不是说现在不是说痛要叫吗？不行，在医院不好意思叫。不会的，不会。你有全身检查过？有，我都有稍微那个一下。他自己摸一摸而已，他其实没有很认真检查过。这一块有点肿。对。其实你这一刻有点肿吗？嗯，在路上可能要冰敷一下，冰敷一下哈。其实皮肉上是最痛的，一些清创的作用。是，而且我忘了跟你讲，会有一些痛。没有，这是消毒的。OK， 我还可以忍耐啊，可以。必须要。哇，我这里怎么痛？这里的肉最嫩。哦，真的。嗯，皮比嫩肉还痛。学问凑入数，啊！
心跳快到不能自己，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是你把我的快报也看成对不对？长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，我才没有。没有在听，嗨，你们好。收到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不是很喜欢你？身高、体重，有没有车，有没有房？我回来了哦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喽。没有想到你的马竟然这么重。那你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离那个叫 Canon 的越远越好。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。Surprise！